我是王志胜，欢迎收看熊哥频道，点个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哥，来，来不？今天试的是 S 的啊，比较软，所以拿来冲啊。好，这个球形二分法，看你要分哪边。我做潜水啊，一点点的左塞，接近直球。低杆不用刻意拉，往后推一点，中低杆延伸就好。这可以中带，也可以低杆。右塞两颗心中带 ，S 的在有些力量可能要稍微加一点压，好，不要直球。八七同带，顿一下一颗心，中杆一点点左塞，好，再举。低杆点一下啊，重球不要放直球，我这球没拉到，只是送出去没拉到，不过还好啊。接近直球啊，轻的送出去，低杆四点半送出去。轻轻的啊，低杆不用太大的塞，放楼固近，它自然的二分法啊，这可以这样子，也可以顿一颗心，两颗心，抓两颗心，那不然就是顿这里一颗心。其实九号球 Nibble 要清台的话，很多细腻度，第一个路线先清楚，二分法清楚，再来一个出杆的细腻度，拿捏得很精准，然后要送什么杆，右手是要正常握还是送长杆，还是下一点塞，利用它的一些 很微小的一个旋转，只让球打进下一颗球，二分法做好，这些都要经验累积。好，保重，平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加坡的 Audrey， 喜欢熊哥的 Channel， 请按赞。